会议厅欠一个人，请向钟建源翻嚟。陈建波议员，请你翻嚟表决，开始表决。主席，啊，呢啲就保皇党嘅表现啦，主席。主席，本人动议讲稿附录二里面嘅499项嘅，嚟请议员苏静，请议员肃静。动议修正案嘅议员，你现在动议并不是发言，所以请你不要作发言。多谢主席。主席，本人动议讲稿附录二里面嘅第499项嘅修正案，将总目148削减1,736,400元，相当于财经事务嘅副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全年嘅薪金嘅预算开支。而在各位提出嘅待决议题是陈伟议员动议的修正案予以通过。陈伟议员要求记名表决，表决中一分钟。议员肃静。议员，这里是会议厅，请大家保持肃静。